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探的喝酒时间。刚刚呢，前面调制了这杯曼哈顿30ml的美国波本威士忌，少许的香甜苦艾酒，加上两滴的苦精，用 stir 的方式调制这杯曼哈顿。有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尝试着做出我们在酒吧喝到的调酒师用着他的经验以及技术及他钻研的酒谱所调制的那杯美味的调酒，一样的比例，一样的材料。为什么味道总是不一样呢？这支是由亚洲50大酒吧、日本东京西新宿的 Benfic The Master 陆山先生 Kayama-san 所调制的药草曼哈顿。先介绍一下 Benfic 的迷人之处。 Kayama-san 的调酒路线特别专注在 Upsan 英文的下面，药草类的苦艾酒，它呢会到全世界各地研究当地的药草以及它的生长环境。特别的呢，它在崎玉县有着一块自己种植的药草园、香草园，于是它在调酒的时候，往往都是使用自家所栽培的药草以及药草酒。喝它的调酒，会有一种颠覆以往你喝过的调酒的概念，香气以及味道的复杂度，都让人印象深刻啊。题外话呢，讲到 Benfic 这个名字，如果有研究苏格兰威士忌的爱好者们，一定就会联想到这是苏格兰语。那把这个苏格兰语翻译一下之后，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杯 Benfic 来调制一杯调酒吧。
舒服。这瓶瓶装调酒调制的方法相当简单。开药厂呢，他推荐了两种喝法，一种呢就是加大冰块调成 rock 杯，酒精浓度比较高一点；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加碳酸水，做法呢就完全参照 highball， 先冰杯之后下个30ml轻微的溶水，然后加上碳酸水，也是相当清爽好喝哦。这支瓶装曼哈顿有41%酒精浓度，所以相当推荐兑点水或者是加气泡水喝。不过我当初在试饮的时候，我一直接喝，我就决定要把它买下来了，实在相当好喝啊。好，瓶装调酒比较新鲜的题材哦。我记得先前卡巴兰有推出瓶装调酒，我记得是瓶装 highball 跟瓶装 gin tonic， 评价就自己去喝看吧。然后呢，我记得我之前在报道上有看到 Draftland 的老板 Angus 也有要推出瓶装调酒，所以呢，对瓶装调酒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追踪一下讯息，等它出了以后买回来跟自己做的比较一下，哪里不一样啊？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チャンネル登録、グッドボタン、インスタグラム、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バイバイ。